近日，网友高松俊在某平台晒出一段甜心与狗狗玩耍的视频。高松俊自称是甜心的舅舅，经常晒出甜心日常。随后，高松俊再度晒出和李小璐合拍的视频，李小璐笑容灿烂，心情非常好，和哥哥一起玩得很嗨，还在评论区回复网友疑问：甜心和妈妈生活在一起？甜心目前跟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还有外公外婆、舅舅在一起，力证李小璐未离婚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